爸爸，你会玩魔方吗？我不太会啊。那我来教你吧。不用，我学一学。我可是玩魔方的高手。你是高手？啊。你有多厉害？我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它给复原。真的？真的，我可是玩魔方的高手。如果我两分钟之内复不原的话，我就自罚我一杯山西老陈醋。山西老陈醋可是超级无敌酸的。那你要是两分钟之内复原了呢？我两分钟之内复原了，你也得喝一杯。玩这么大？啊！来吧。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我今天我和爸爸来一场大比拼，看谁能把这个二阶魔方两分钟之内复原，谁复两分钟之内复不原的话，谁就得喝一杯醋。来，我们就把醋给倒好，看最后谁能把它谁能把它给喝了。啊，超酸的醋！现在我要开始了，爸爸。我要启动按钮了，你可别后悔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。好啦。呀，我看你花了多长时间。1分钟之内你就还原了？哇，这么快！妈呀呀呀呀呀！我一般都是2分钟之内。那你今天破纪录了 ？Yes，Yes。是的，轮你了，爸爸，你要愿赌服输，因为我赢了。哇！哈，先给你一杯。那我喝吧啊。嗯。哇。啊！今天大小用一个二阶魔方战胜了爸爸，喝了一杯醋。下次我还要让爸爸吃2颗蒜，啊，是不是太酸了？嗯，太酸了。来，我献你一个红柚。哦，谢谢。吃了这个，这可不是小调皮哦。哦，这个不调皮，这个可对爸爸可好了。嘻嘻嘻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强烈的推荐哦，拜拜。